你推我干啥呀？你我哥们儿，哥们儿，那女的腿，哎呦，我漂亮啊，是不啊？长啊啊，白色的白气管、哎。不是，你回来，这他妈女厕所是吧？啊。这家伙猛就冲进去了，啊、忘了我咋刚出来呀？那我就等会儿他呗，那我你等会儿，不是你告诉我，你一会儿他出来了，你能咋要微信呢？我没你加个微信呗？能不是能加个微信不？哥们儿，你这么要，上回让人家绑树上打仨点，你给忘了啊？那咋整啊？你咋整？别笑了，你过来，来我教你个招啊啊啊！你听啊，就一会儿咱俩就，哎，美女。那个你别害怕，我想借你手机打个电话，我手机丢了。就是想要我电话号呗。啊、是咋的？还学人家抖音拍视频呢？不是美女，我手机是真丢了，我不是要你电话号。这个就我平常拍视频用，它打不了电话。那你这个拍完了之后发吗？发，往哪发呀？往抖音发呀。我应该是网上发。那你要是发了之后给我拍火了，那你给不给我钱啊？行，不是，那要真火了的话，那咱俩就五五分呗，行吗？嗯，行，那你加吧。不是，美女，我是手机真丢了。啊，行，那赶紧打吧，打电话吧。手机。傻瓜密码。傻瓜密码是？就是傻瓜都知道的密码。那。对，谁啊？哎，哥们儿，那个这手机是我的，你能还我吗？我刚丢了。啊，好好好，你手机啊，你手机，行，那个哥们儿你在哪儿？没送过去。啊，那个我在那个万象柜那个二楼的厕所旁边，哥们儿。啊，行，你那个、啊、你过来，要是找不着、啊、你就打这手机号，行吗，哥们儿？啊，好嘞。哎，行。那个。美女，你还得再陪我等一会儿，他要来了找不着的话，打你手机号找我。不是，我发现你这事儿整的挺有意思啊，别人捡着你手机了，还得再给你送回来。那，哥们，人家就是好心呗。行，我陪你在这儿等着呗，我也想看看是啥人这么缺心眼儿。